我是张泽天，和你一样，我爱我的城市。十八日是奶茶妹妹张泽天21岁生日。十九日晚，在微博自曝生日大礼，收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offer， 并晒出一大捧玫瑰花，称收到某人送的玫瑰花，甜蜜之情溢于言表。张泽天自从与比自己大19岁的刘强东公开恋情后，一直饱受非议，被网友指责是傍上有钱老板，刘强东都可以当他爸爸了。不过两人恋情并未受到外界的影响，经常出双入对，甜蜜依旧。微博上晒出刘强东送的大捧玫瑰花，甜蜜秀恩爱，并感叹说，太多时候只有外表被人记住，再努力也只是外表的附加，我庆幸自己得到过很多，但我也坚信终有一天你们会因为我的努力工作再次认识张泽天。我想说，奶茶妹妹，你这么拼，家人造吗？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2014 Mnet 亚洲音乐盛典，上优酷为偶像投票，拼人气抽门票。